绿色的青菜啊，金鹏喜欢吃啊。鱼好吃，要吃菜吗？耶！来放中间，放姐姐这边。姐姐，你还没有吃鸡肉，要吃鸡肉。好，刷好鸡肉。叫妈妈弄。小弟。妈，我想吃那个。吃哪个？那个。这是我们做的家务。我们都知道江宗泽是孙中山的学生，高中是连中是孙中，亲任江宗泽孙中山，我们只有一句话，如赤化好。可是威武大学部副皇后抱着这么大的老爷不拜师吃亏了，等什么呢？拜师了金伯挺过来三几年吧。